堂的土地是国家的地，国家的地就是大家的地。哎，那为什么王继洲不能在上面，不能在上面盖房子？为什么王继洲买不到？王继洲谁？我爸啦。我想说，为什么王继洲不可以干这件事情？为什么你们这个追梦人可以干这些事情？为什么谢依凤家里面你们就买得到国有土地，去想方设法卡国家的油，占人民的便宜？这是大家要质疑的。为什么来了一个戏子，来了一个中和，来了一个台中人家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彰化，还有南投，对，还有忘了那个南投，其实后山也有了，后山也有。是为什么都集中在你国民党？因为这是你国民党内部的文化。台糖的土地是国家的地，国家的地就是大家的地。哎，那为什么王继洲不能在上面？